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三月十九AM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咱国内 A Z 疫苗今天开始送到57间急诊病院，但是中表示讲，暗头仔召开专家会议讨论了后，就会公布注疫苗时间。昨阿里山发生市民大会，到今有关拍爆花范围是愈来愈宽，另外表示因河山水库因为欠水，水位大底，水库内面的古砖头也能看现现。为着国门计划，家人火车头头前的基一线路桥要拆掉，民众也赶紧去翕相做纪念。今仔日国内有增加六站无症状的带病入境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咱台湾对疫情到今已经累积超过1000人感染了。另外，国内 A Z 疫苗今仔日开始送到57间急诊病院，指挥官陈时中也表示讲，暗头啊会召开专家会议讨论疫苗安全的相关规划，会议结束就来公布开始注疫苗的日期啊。医护人员赶紧把疫苗点收完成，并且送到给阮的领总柜去放。新冠病医拜五十九早起接到新冠牛津 A Z 疫苗配送到会，后一批有600剂，会提供给现场直接照顾确诊的人的医护人员分配来注射。让自己单位同仁可以分批的来施打，那这样子可以减少单位人员因为副作用导致说不能够上班，损失这个人力，导致这个单位没办法运作的情况。咱国采买17000剂 A Z 疫苗，市标署已经完成检验封起来，开始配送到全台湾57间急诊的病院。加做疫苗注射所在，相信下礼拜一、二、二开始就会使注射。疫情指挥中心讲，头一批配送的 A Z 疫苗有44500剂，除了连江关以外，其他56间病院已经在19:00送到位。第一阶段配送了57家医疗院所，除了连江因为天候不佳没有办法今天送达之外，其他56家都已经在今天中午前已经配达了。因为澳洲未少国家团出注射 A Z 疫苗了后，血管内底形成血痂，引发安全的问题。外界呼吁指挥官陈时中爱带头注射。陈时中出席国卫院记者会时讲，原本伊计划参加国产的疫苗高端的临床试验，无想到都渐渐完成，就收到 A Z 疫苗教会通知，可以陷入两难。大家也知道我是65岁以上的嘛，所以因为65岁以上人少，所以我想说，应该要好做一点事情。那就一出来是说，那个 A G 疫苗又进来了，那我都这很为难呐，就想说这是左手留给国产的，右手留给 A G 的，那医生跟我讲不行了，不行混打。陈时中强调，拜五暗头5点召开专家会议，讨论疫苗安全甲注射族群，以及是毋是增加经时令。会议结束了后，就对外公布 A Z 疫苗注射日期。记者综合报道。澳洲近前有国内国家因为 A Z 疫苗会引起血管塌掉的问题，宣布暂停使用。不过，澳洲药品管理局第19表示讲 ，A Z 疫苗用来预防武汉肺炎是安全阁有效的，而且好处是侪过风险。就安尼，吸引到一挂国家听药品局的建议，要开始继续做 A Z 疫苗了。本来就无因为血栓记录法庭的比利时布鲁塞尔疾病注射中心，是多人教育来做第一档有风险。因对这种无风险的熟悉，就是澳洲药品管理局 EMA 的结论 ：A Z 无风险，安全有效，好处赢过风险。I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for the whole society that we do it. EMA 18记者会，澳洲有将近28暂停做 A Z 无风险的国家正重视，因为结论就敢那是替 A Z 无风险开绿灯。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拢宣布恢复做 A Z 无风险。This is a safe and effective vaccine. Its benefits in protecting people from COVID-19 with the associated risks of death and hospitalisation outweigh the possible risks. The vaccine is not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 in the overall risk of thromboembolic events or blood clots. 不过 EMA 无法度完全排除所发现的极少数血栓案例甲无风险之间的关系。不过瑞典并无因为 EMA 的结论随恢复做，因国内有一位健康的护理人伫咧做一礼拜了死亡，官方讲要怪几工的时间做决定。对牛津阿斯特捷利康无风险一直拢较有信心的英国 ，EMA 这份报告只是强化官员对注射计划的宣导。首相强生18讲，拄好十九伊就要做无风险，而且做的就是阿斯特捷利康。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
昨昏下晡两点过，阿里山发生森林大火，而且这场火灾规模拢拍无花，烧的范围也是愈来愈宽。家己林管处也请空军机总队来支援，派直升机伫咧半空中抓水，希望是赶紧把这场森林野火拍花。大火沿山壁是烧到地点着，现场规个全全烟，直升机来回载水拍火。家己阿里山十八过头尾两点发生火烧山，火烧到十九已经超过24点钟，还烧无歇困。然后去到阿里山公路，早起还阁传出有林务局的人员去予山顶落落来石头浸着，送病院治疗。地形非常的陡峭，在这个草生地的部分啊，因为天干物燥，所以这个草生地啊非常快速的燃烧。长久来这个山区没有下雨啊。所以说我们在取水的时候都运用我们林务局的这一个蓄水处啊，来做这一个水源的抢救。因为地形真佳，消防水线真恶叫去到大火的所在拍火，部分的时间敢若会当靠直升机载水来拍火。林管处希望会当把火控制伫咧台十八线公路的下骹，唔通拖到扩散部落去。这场大火炭烧的面积差不多1.6公顷。在那附近的交通，也因为这次的火下，还有不时落来石头受到影响。山坡那个强力水柱灌救之下，那个变成造成它塌方，啊阻碍到整个那个双线通车。目前阿里山公路因为森林火灾啊交通管制啊，游客想离开森林游乐区的话，可以走塔塔加方向的路线。今麦当是阿里山的烟花季，真侪游客是向处处要来看烟花，不过煞因为森林大火无通看，是感觉真无奈。啊，你们本来是去国家公园，本来是要去看樱花。哦，今麦无落去啊，因为咱的第167啊吼，因发生火灾。为了确保安全，台电嘛，甲火下境界范围做区隔。若是火炭烧到去影响到电缆，或者是有拍火的需求，会当随时断电，改为其他所在送电来使用。因为下晡的能见度愈来愈歹，直升机拍火的勤务已经结束。目前现场还阁有林管处、甲消防人员等等百外人继续拍火，希望会当赶紧甲火拍好花。要若导火的原因，还阁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苗栗的永和山水库欠水率无到一成，本地的水库内面的永安桥，也佮有东厝古庄头土地公庙，真也拢看现现啊。不过新竹苗栗台中过来的水库欠水率拢无到一成，那果是不再落雨，欠水问题会愈来愈严重。另外，行政院已经核准通过25亿的对抗可发新计划，希望5月底进前生活用水拢袂欠款。非常久了，都见底了，至少一年的啊，这个干旱至少一年的啊。对，刘斌将来告表，这个永和山水库，水库无水，土拢不了了，看起来敢像未世界。你这座永安桥已经淹在水库内底40年啊，这摆因为枯干搁再出现。之前是这边住了蛮多户人家在这边的，就是为了他们要过一个小溪的旁边的用啊。太干旱，干旱的从来我看40-50年来没有这么干旱过的。在地民众讲，40多年前，永安桥骹有一条溪啊，有时形成一个庄仔头，了因为起永和山水库，永安桥就安尼沉入水底。你当时的庄仔头是毋是迁徙进前的土地公庙，也伫最近拢浮出水面？即阵枯花遮严重，真侪游客拢赶来看这个真少看到的景象。网路人家泼那个，我是头上有泼那个，我看到，然后路过才知道，哎呦，我再看看。虽然民众翕相翕得真欢喜，但过水情却是愈来愈无乐观。根据水利署19的观测资料，到下晡3点，新竹的宝山离水库抽水量敢若剩9.64%。苗栗的永和山甲明德水库抽水率也无到一成。离负责大台中地区供水的德基水库抽水率更加敢若剩7.07%。若是阁无落雨，水位继续降到1325公尺以下，那呢供水就来出现问题。的这个节水措施会依照灯号来落实，那未来如果有红灯地区，就会来实施分区供水。包含新竹苗栗台中甲北彰化甲嘉义台南，水情灯号拢是减量供水的，感觉是灯号。即阵中南部水情也是无缓解情形，行政已经通过25亿，抗枯化2.0计划。五股六月底进前，每天增加168,000桶的水源，也尽量保持到5月下旬进前，民生用水袂欠水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
花巷有一对空服员的查甫朋友，顶个月对纽约飞登到台湾了后，居家检疫期间，竟然把手机啊调光放伫厝内，偷偷啊塞车出门去。伊予警方临检的时阵，才发现讲因两个人违规。花巷表示讲会照公司的规定甲因处分。疫情指挥中心也表示讲，今年已经有十一站机组员违规的事件，也已经授权予民航局依法甲因处罚。搁传出空服员违反防疫规定。华航有两个机组人员，第二月底执勤飞纽约航班了后，返来台湾，煞伫期间检疫的期间，把手机啊放伫厝内，偷偷啊塞车走出去。两个人伫桃园青埔违规去有交通的查落来，调查了后发现讲，这两个人拢是期间检疫者，所以随通报相关单位。目前两个人拢被送去疾病检疫所。当天那个空姐的坐车就从前面那个地方直接左转转过来这条路，但是因为它是绿灯，不能左转，必须要左转灯才能左转，因为这样子，所以。一左转过来，然后就在旁边这个地方被警察拦下来。在去年下半年，陆续连续传出五个国际空服员违反防疫规定偷走出门。迄当阵是由航空公司家己管理，嘛因为是特殊行业的关系，居家检疫为十四天，缩短做五天。后来疫情指挥中心接到通报了后，甲因开十四天的居家检疫书，要求因爱居家检疫。到去年十二月底，阁发生中央航空从纽西兰籍的机师，伫咧飞行机顶无挂嘴安，而且入境了后阁乌白拍拍走。地主以一个女性的朋友确诊，指挥中心则要求为今年新历一月初一开始，甲机组人员的检疫规范调整予较严格，甲居家检疫的时间延长做七天，而且期满爱做裁剪。不过考虑到即卖疫情转好，航空公司的机组员面临着卡手调度的问题，指挥中心阁同意为三月十二开始放了规定。想袂到阁有空服员违规，华航嘛正是有这件代志。2021年到现在，机组员违规的件数大概十余件了，都是几乎都是在检疫期缩短跟这个民航法修法可开罚前发生的。他们这两位违反传染病防治法，处以罚款10到100万。指挥中心表示，目前无按算针对机组员进一步加强管理的规划，拢以违反居家检疫的办法，以一般人的方式来处理。华航表示，针对这件代志已经主动提报主管机关，以指挥中心的规定来办理。员工若有违反防疫规定，会按公司的规定来做处分。情形若较严重的，会停职，甚至是个死头路。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有一间豪宅旅馆，伫半暝三点的时阵发生火灾，虽然是无人受伤，不过内面有45个人客，就是伫咧进行居家检疫，而且因闯出来时阵拢未付挂嘴安。台北市卫生局也赶紧把一挂居家检疫者送到台北市安心检疫所。副市长黄珊珊表示讲，无挂嘴安的消防人员也着爱进行自主健康管理。大楼外口烧出一打一打臭大的大坑，涂骹留真侪烧着的物件如苍苍。台北市一间防疫旅馆在到透早发生火灾，消防局出动30台消防车抢救。消防局表示，火集中伫个外墙，内部是无啥烧着，拢总疏散51个人，无人员伤亡。模模糊糊的有点烟了，一看咦，开门一看，看到消防员就在外面。饭店总共救出了这个51名，目前并没有人员伤亡的情形，室内都是熏黑，所以燃烧面积以外观来看的话，大概是1平方公尺左右。导火点是检疫旅馆，消防人员紧急将人员疏散到顶下卡，用过现场会当看到一挂消防人员拍火时阵，因为情况紧急，未付挂嘴安，外界是烦恼防疫出现漏棚。一到现场可能就。其他同仁就有提醒，后面都有带。那因为有这样的小小的误失哦，也开始请他们做相关的自主健康管理。他们都是外围人员哈，这个疏散的人员都有做好一些防护装备。这些人员是没有接触到这些寄件者的，其中有2名已经届满这个居家检疫期间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民政单位确认之后让他离场。所以呢，我们一致呢大概有45位啊，但45位。那同时间呢，我们也出动了防疫计程车。卫生局清点这间防疫旅馆，内底住47个居家检疫者，2个隔离期满。透早已经紧急将45个人刷到台北市安心检疫所，若是详细导火原因，也由台商局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拜登政府上任了后，头一场美中高层官员的会谈，昨在阿拉斯加举行。中国的代表杨洁篪说是用真侪时间来批评中国的民主和网络攻击。不过，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也无伫咧露面，伊警告中国讲要爱遵守着国际规矩。双方代表团的官员后来拢是透过媒体来批评对方。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亚洲的行程一个结束，十八就甲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伫个安克拉致辞，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还佮有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面对面会谈。会议打开始，布林肯就讲到中国对新疆、香港，还佮有台湾的作为，对美国的网络攻击，还佮有美国联邦的经济威胁，这会对维持全球稳定的基本规则造成威胁。I've sai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will be competitive where it should be, collaborative where it can be, adversarial where it must be. Our discussions here in Alaska, I suspect will run the gamut. 杨洁篪透过翻译人员甲美国表示，无论为人数也是为世界潮流来看，西方并不是代表国际的声音。讲美国利用军事力量，还佮有财政优势，甲别个国家施压，叫美国爱放弃冷战的思想，还佮有相关的做法。坚持反对美国干涉中国的内政，反击美国，连因家己国内的人权问题都无在调处理。我现在讲一句，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杨洁篪跟替美国是规篇讲啊啰啰长，说落来就随到媒体退场做闭门会议的时间。不过这个时阵，布林肯说话爱小动点一下，要求媒体全部留落来，可以把话讲好耍。And I just made my first trip, as I noted, to Japan and South Korea. I have to tell you, what I'm hearing is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you described. I'm hearing deep satisfact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back. A confident country is able to look hard at its own shortcomings and constantly seek to improve. And that is the secret sauce of America. 一直到会议结束之前，场面是拢真紧张。暗时啊，双方的代表团官员还佫透过媒体互相批评。国务院驻青的官员甲媒体讲，中国真无站直。首先讲大话头，干咱两分钟，煞用二十分钟讲到规山坪。遐人杨洁篪是出来反驳，讲是美国大声无遵守外交礼数，伫会谈之前制裁中国的官员。伊讲的是顶一日布林肯就北京镇压香港民主派人士，对中国实施新制裁措施。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讲到美中高层的会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答话头的时阵，就向中国表示讲，美国正注意中国对台湾的行动。咱的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表示，美国是要求中国扰乱区域和平的行为，就要较有站直的。外交部也向美国表示感谢，这也显示讲台美关系是站同边的。美中高层会谈举行的头一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答话头的时阵，就就中国对台湾、香港还有新疆的行动，向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达讲，中国相关的行为威胁到国际秩序。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美国是咧要求中国干扰区域和平的行为，都要较站直的。所有的作为都让邻国及世界各民主国家非常的担心。所以美国虽然政党轮替，但是都一致的要求中国能够克制。我们诚挚的感谢美方关注台湾的议题，并且向中方来表达立场。美方在事前已经向我方进行详尽的简报，并且他们也承诺在会后会尽速的向我方来说明会谈的情形。这也展现了台美之间友好的互信跟关系的紧密。外交部讲，伫会谈之前，美国有甲台湾做相关的说明，嘛答应会说明会谈的情形。伫会谈之前，二十个美国联邦众议员嘛有联合写批予总统拜登，甲参加的官员，呼吁伫会谈当中强调美国对台湾坚定的承诺。即嘛比台关系较好，美中的关系煞较紧张。不过学者分析，美国甲中国本来就是有竞争甲合作的关系，这无代表美中关系恶化。我倒不觉得说是一定是持续恶化，真正比较实质的或是比较深入的对话，其实在大部分是在媒体，没有绝对不会在媒体完全摊在镜头之下进行。而且美中之间就如同拜登政府常讲的，关系非常的复杂，有竞争的层面，有合作的层面，同时有对抗的层面。李大中指出，美国在拜登政府的主政之下，对台湾支持的力道符合长期以来的政策。不过，在无违背美方原则、甲立场的情形之下，未来嘛无排斥在各种的议题，持续会当有甲中国沟通、甲协调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咧基隆火车头头前的基一新绿桥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啊！基隆市政府为着要推动国门广场工程，二十会把这座天桥拆掉。有真侪人认为讲，这座天桥遐有伊人生的记忆，也有青春的点点滴滴，趁着拆掉之前来遮翕相，留作纪念。
记录人摕到手机甲天桥翕相，记录伊最后一天为十几人火车站头前的记忆性天桥已经50年啊。蔡公道设计一年四季为记录人来了放票号，花人市府为着推动国门扩张的工程，要在20进行天桥拼图，每组民众赶来甲天桥告别，在房号顶面写下祝福的话。明天跟后天就要拆除了，所以就觉得说应该要照个相，做留念，很依依不舍啊。对，可是为了基隆市的发展，我觉得我们市长这样觉得是对的。然后整个以后我们整个这样市区的发展就很漂亮。高木处讲，天桥拆除48点钟无断电的拆除工程，民众烦恼影响交通，要相关的设备应用。工区的部分我们会做一个区隔，那避免民众进入。那跟针对跟民房之间有一些衔接交界面的部分，我们也做一些安全性的维护，避免东西掉落到民宅内侧。国门扩张有计4个时间，九个完工，外界关心会带来多一寡新的印象。观光甲城市营销处讲，唔呐公共性更加明显，加上城市转运站启用，方便将坐车更加方便。贵人身为海洋城市，就由国门扩张甲海景第一排特色显露民众。让整个人行的动线就更为顺畅。那同时呢，我们也把过去这个不合时宜的一个圆环的设计的部分一起纳入，把这个港口的第一排的景色还给市民。基于新天桥陪伴贵人市民半个世纪，市府强调已经有录影保存天桥的珍贵画面。国门扩张的规划经由注记、灯光设计方式，表示不存在这段历史。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目前正在起轻便铁路，开发单位打算要把美术馆路段的路线刷到北边去，也提出宽敞的审查。在下晡审查案件进行，附近的居民上百抗议，认为该路线会破坏树啊甲运动空间。不过，这个案件又原在初审的时阵来通过啊。违法施工！违法施工！为高雄美术馆附近来居民不满高雄市府推动轻轨建设，将美术馆路段原本设置路中的路线，刷到路的北边。那安尼，真侪居民运动所在都拢被破坏了了。每天有多少人，成百上千的人在这边做运动，你就把这个人行道给销毁了，这个是非常一个重大的恶行。开发案的环保署环查审查，除了路线刷崩，一个部分路段断轨，合唱团体强烈质疑，这严重。用破坏当地树啊，跟林荫大道。北移之后，其实它牺牲了1100坪的绿地空间，然后损害了320棵的树木。按过高雄市这份工程局澄清，只刷63棵树啊。就地保护，我们尽量不动。那另外呢，就是移栈就树。那移植最少，我们总共移植这个60树。那并不是如外面所说的，我们有几百株这样子哈。针对居民质疑宽差无通过的动工，经过环保署督察总队到现场稽查，无发现变更路段施工，最后专案小组建议审核修正通过，会送宽平大会确认，不过居民无法度接受，在会议现场化宽差无效者口号抗议。记者综合报道。在咧台北市有一间国中发生老师体罚学生的事件，家长指控一名社团的先教组长，因为伊个人的情绪无稳定，就对学生起脚动手。这半年以来，上部有9位学生去予这位组长拍。虽然学校唔承认，也强调讲目前已经通报教育局啊，也进行调查。不过有改革的团体认为讲，无适合的老师就要设一个机制，甲因换掉。有很明显的是被勒被抓过的那种痕迹，勒脖子痕迹，这边是。家长情绪真激动，会这么生气，是因为伊的后生在学校无原因，和先教组长不当体罚，学校事后阁想要凊彩应付。曾教组长有承认说，他掐了我儿子的脖子，甚至推了我儿子，但是巴头这个部分他不承认。但是有其他至少3-4个小朋友以上看到说，他有对我儿子用肢体上的这样子的动作，甚至伤害到我的儿子。家长指控明明下课时间囡仔起来拼粪扫，却因为先教组长情绪不稳定，就被不当对待，甚至半年以来有9个学生发生同款的情形，要求学校爱讲清楚，不过学校全部无承认。政教组长是蛮有经验的组长，所以他不会，应该不会有情绪不稳状况。那当然就是这个双方说辞是有落差，所以我们才一定要启动这个调查程序。
学校替新教组长讲话，阁否认被私下和解。教育局是表示，目前已经接到通报，后续由学校调查，只是体罚事件真多。各界团体建议，发生重大体罚这事件，应该改聘体罚的老师，他。这不是做，不是大多数嘛，就是部分老师、少数老师，这有体罚的老师，甚至已经对小孩体罚身上老师，我们就应该有明确的处置跟解决，也就是应该要解聘。教育团体表示，涉嫌体罚老师事后被教评口头警告、记过、辅导这些处罚，要看是改聘，通常拢是性侵害较侪，以后校政府爱平定法律，那是看是重复体罚这事件，拢应该要有明确机制淘汰无适任的老师。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北韩政府因为不满马来西亚法院同意印度一名涉嫌洗钱的北韩公民去到美国接受审判，北韩就伫19宣布讲要甲马来西亚断交，甚至阁警告美国讲爱你付出代价。伫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北韩大使馆，外交人员甲物件阁文件款款的门锁的塞车离开，北韩甲马来西亚变面，切断48年外交的关系。但因为美国要求印度北韩的犯人，去年10月份，在律师的陪同之下，北韩的男性文德明去马来西亚法院受审，因为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指控讲，伊涉嫌甲酒，还佮有车花米，再去北韩，佮经营卡卡公司非法洗钱，已经违反国际对北韩的制裁。马来西亚法院在2019年同意印度，文德明佮律师要上诉，在9月初去予法院驳回。印度的判决确定了后，北韩外务省透过官方媒体发表声明，讲马来西亚当局硬印度无辜的北韩公民去美国，这个行为是无法度饶恕的，也阁警告美国华府会因为安尼付出代价，嘛宣布断绝甲马来西亚自1973年以来的外交关系。不过，其实这两个国家早在2017年的时阵就已经袂合。2017年2月13日。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同白过尾阿兄金正男，伫吉隆坡国际机场去互暗杀，引起国际关注。迄当阵，韩国甲马来西亚这两国拢甲对方的驻馆大使赶走，马来西亚驻平壤大使馆嘛因为安尼关门。虽然是2019年捌举行复交的会谈，不过因为后来疫情爆发，两国的关系怎冻结？即嘛因为印度的问题，北韩宣布断交。不过马来西亚政府目前也无任何的回应。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为了要避免第三批疫情再探翻头，法国暂时宣布讲，巴黎甲部分地区未再进行封锁。另是因为讲，伫咧前一工前，法国阁增加35000个病例。另外，美国总统拜登希望上任100天内，会当完成1亿个美国人注疫苗。伊上任58天就完成这个目标啊。来讲到疫苗的问题，有媒体表示讲，伫印度生产的 A G 疫苗，去予印度靠500万人落来，目标讲是要家己先来做，这也影响到英国要用疫苗的数量。就在法国宣布巴黎和另外15区要实施更加严格防疫措施，巴黎北边郊区这个病院的重症和病房已经未堪得哩，即马有诶10床全满，还阁爱为外口的病院阁搬5床之外。On en a encore avec les variants, et il est temps que les gens se rendent compte de la gravité de la maladie. 法国十八通报新增加的确诊超过3.5万例。迄一天，全法国感染新冠病毒，带至重症监护病房17例，总共4246例，创今年新高。Dans ces 16 départements, de nouvelles mesures de freinage massives de l'épidémie interviendront à compter de ce vendredi soir minuit et pour 4 semaines.即摆封锁措施甲去年3月甲11月比起来无遐尼严，并将引到外口活动，上远2到10公里，学校维持开放，按过非必要生活用品的店家爱暂停营业。美国总统拜登18日表示，目前美国逐天平均注新冠病毒疫苗250万剂，因讲是全世界第一，用安尼速度，19也就是拜登上任的第58天，等达成家己防疫承诺，上任100天内完成注1亿剂的疫苗。8礼拜之前，美国年岁较大的人只有8%注疫苗，如今65岁以上已经65%，至少注过第一剂。做疫苗出来了后，英国一个采买，阁一直宣导爱做，暗过最近将会面临欠款。官方表示，保证存量有够。And we have a delay in a scheduled arrival from the Serum Institute of India. There will be no weeks in April with no first doses.
There will be no cancelled appointments as a result of supply issues.英国向在印度生产牛津阿斯特捷利康疫苗印度血清研究所订1000万剂的疫苗，还有500万剂要延迟四礼拜交货。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报道，疫苗会延迟交货是因为印度政府要优先满足家己个人的需求。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译。有真侪对战乱散车国家来的移民，因是用尽办法想要入去欧洲，看讲敢有法度改变因的人生。有的人是坐船逃岛，若准撞到大风浪，可能就死伫咧大海。正伫希腊爱琴海的萨摩斯岛顶头，有关有真侪难民伫咧等待申请庇护机会。在爱琴海希腊萨摩斯岛，无比顶面刻的是一个一个遭无船难死亡的非法移民。其中一个5岁囡仔头一摆坐船，却是正做最后一摆。伊的老爸是阿富汗的人，想要带伊走到澳洲，却是在土耳其往希腊途中遭无船难。即阵这个老爸被移交危害儿童起诉，即阵面临上悬10年的刑期。دیگه اون ملاحظه نفهمیدم که چجوری اتفاق افتاد من اصلا خود نه فقط فهمیدم که ما دمانی ها هستم اون موقع یعنی بچه من دادیس من هم خطا خورده و دادیس من دیگه یک دفعه سره و آمدم که بچه من دبقال من نیست عرش دنبال بچه کشتم بچه پیدا نست ما زد خراب شمالی土耳其甲澳门签订的难民协议已经满5年。根据协议的内容，土耳其答应会甲偷渡到澳洲，不过申请庇护失败的难民遣送回来本国。也毋过去年3月，土耳其甲希腊关系恶化，决定大开边界，让上千上万的难民搁再进入希腊。一直到即阵，萨摩斯岛顶边依然有大批难民等待申请庇护。这些人在救生船顶面大声喊叫。土耳其海巡队17公布这段画面，发生在14伊自米尼县外海，有158难民被土耳其当局救起来。美联社报道，有难民表示，因先被希腊当局接到，需要放弃在土耳其海域。而且非法的移民问题不只在欧洲，美国也面临头壳疼的移民问题。美国众议院28-128比197票通过，要为对盲人，也就是未成年来到美国，以及领导的理由，这特殊情况移民提供得到公民身份的方式。也不过，最近对墨西哥非法入境的无家长陪伴儿童是愈来愈多。看到收容所就要爆满，也让新上任的拜登政府移民政策真受到考验。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3月20日就是国际水资源日，目前全世界拢有真严重的欠水问题。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全世界有40亿人一年当中上无有一个月时间拢伫咧欠水。每年3月20日是国际水资源日，按个根据联合国数据显示，全球人口当中有40亿人，每年至少一个月拢面临欠水问题，其中16亿人口是无法度有清洁甲安全用来啉的水。People don't realise how much water goes into producing the food that we eat or the clothing that we wear. And I think when we buy products and buy food and clothing, we don't always appreciate that we're actually importing somebody else's water. They're actually very water scarce countries, so they're choosing to export their water for us to buy things. And then people in their own country often don't have adequate, safe drinking water.虽然联合国设定永续发展目标，要求到2030年要实现所有人拢能用水，而且个卫生设施使用，不过水资源欠缺愈来愈严重。到2050年，世界一半人口会生活在欠水地区，特别是真侪农业甲工业用水密集的国家。虽然各国拢认同要扩大得到水资源管道，不过散车国家要做到这一点是真困难。同款欠水的还有台湾，受去年风台无进入台湾的影响，台湾面临这。近年来上严重的枯旱，特别是西部地区，部分水库抽水量已经降到只剩一成。尽管有人还是怀疑说这是短期现象，但是从长期的几率来看的话，短期的现象已经延伸成为一个长期的趋势，这已经是毋庸置疑的。农水署进前国家地方首长请托台中大家镇南宫办发挥，向妈祖祈福，这是继58年来搁一摆办祈福发挥。另外，台湾空军也启动人工落雨，盼望能缓解水资源欠缺的问题。公司新闻，陈世东编译。甲
咱台湾所买到的11万7千万剂的这个 A Z 疫苗咧，今仔日开始配送到全台湾57间急诊病院，而且大家上较关心的，就是这个疫苗当时会当开始做咧。疫情指挥中心伫暗头啊也召开临时记者会，咱也赶紧来听这个指挥官陈时中上最新的说法。哈，专家会议哈，那得到了一哈，得到了共识哈，就是 A G 的哈 ，COVID-19 的疫苗与预防 COVID-19 哈疫苗感染及感染后，哦重症的临床效益大于接种后发生不良反应的风险，所以建议一延定哈原来的实施的对象逐序的推动。那我们宣布做疫苗于3月22日开打。指挥中心伫暗头的时阵有召开专家会议，讨论这个预防下要倒一个族群来住，以及要安怎住的时间。另外也讲到要增加漂市的经济等等，这些问题拢已经有达成共识了。宣布讲原地要住预防下的对象是无要改变，照本地所规划族群，啥人会当带先来住。也按算讲对后礼拜一，也就是3月20日，要开始进行住疫苗作业。讲到咱台湾当日欠水，有民众去投诉讲，台南的清洁队竟然用自来水伫咧清沟仔。台南市环保局也强调讲，欠水期间清沟仔已经无用消防栓的水咯，大部分拢是用回收水。另外要安怎省水咧，运用水资源，环保团体伫今仔日也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就要赶紧提出应对措施。台南市环保局的洗狗车就停在南区清洁队大门口接水，准备规工的洗狗作业。不过详细一看，用的水却是为消防栓来的，这动作也被民众质疑是不是私下使用消防栓的自来水。在这欠水的时阵，安尼是真浪费。南区清洁队外面的那一支取水站，其实它不是消防栓，那它装设的原因是这边是掌管我们全所有台南市的流测车，供给一般民众在办活动用的，不可能用回收水来让民众洗手。沟取队有8部的清沟车，目前我们都是在污水处理厂取水，取用回收水清沟。虽然台南市环保局解释，暗过伫全台最近严重时阵，政府相关单位做了到底是不是有够？环保团体表示，确实有更加侪努力空间。我们的中央单位非常的用心，在水量调度上面，建了许多的管子，把北边的水、南边的水努力的送。但是我们在珍视水资源上面，我们过往一直都没有面对我们水质管理的政策。我们的水库越来容积越小，那我们。经过几十年以后，我们可能就没有水库可以用。环团除了点出水库及水库的保养、水质管制、用化剂的以外，也认为地下水无够用，应该爱省水，防止地层流入去。另外，省水三法已经通过将近5年，也爱赶紧扣大量用水的钱。那耗水费的话，我们现在已经不停的在跟大家做这个沟通努力哦。昨天院长也有拍板就说。草案年底前要出来，地下水这块其实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有地下水保育管理计划在做。环保团体伫北中南三地串联开记者会，提醒相关单位重视欠水问题背后的水资源保护，希望能以永续政策维护水资源，共同度过欠水危机。记者综合报道。环保团体昨甲70多万份海草搭公道连输输送到中选会去，也若行政院敢会提出对案来进行反制的？行政院长苏贞昌伫今仔日表示，尊重公民行使的权利，毋过政府有关会甲政策向人民讲清楚。针对着连输输的部分，中选会也表示，接落来60天内会请户政单位来进行资料查证，才会来公告这个公道案敢有成立。看团18要甲70多万份珍爱海草搭公道连输输送去中选会，中央敢会提案来反制？行政院已经表态，并无计划。院长苏贞昌19表示，尊重公民行使权利，卖甲政策搁甲人民说明互清楚。政策所要做的事，都会很明白、诚恳的向国人同胞报告。我们对于所有公民权利的行使都非常尊重。查对的结果如果符合法律的规定的话，我们就会在5月27日正式的公告。看来海草搭公道百变会成案，执政党甲立委为了加强沟通，民进党团大会就找副院长沈荣津、甲农委会等等相关部会首长，就大谈海草搭甲中油天然气第三接收站等等的议题，甲党籍立委上课，决定面对基层的论述。院长一直强调政府议题，那我们很乐意把
行政部门，尤其是包括我们农委会的所有的政策，来跟我们自己的委员来做更完整的说明。根据了解，乐阳四月份卖启动全台湾超过300场市政说明会计划，部分的说明会总统蔡英文卖参与，来跟民众对话。不过那也烦恼讲，蔡政府会赶在公投过关进程去第三天然气接收站，直到在立法院的提案，要求第三天然气接收站都要随停工。经过表决，乐阳因为席次较侪，所以较占赢面。保护早教，三阶停工。执政党这个斗性不要这么坚强啊，因为其实这就是一个环保的议题。我觉得现在问题会搞到这么僵，就是因为他们一直不愿意去面对，跟这些环团好好沟通。那也立委呼吁，希望执政党爱把人民的声音听入耳，找出替代方案来回应，不是想空想胖来反制公道。记者综合报道。在四年前，台湾的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在广州去和中国政府掠走，后来依照联合国家政权罪，把伊判刑关到今。今仔日，伊的家后参加了民间团体在立法院头前召开记者会，因太太讲，自从疫情爆发到今，伊就联络袂到李明哲，要求中国政府就要保障李明哲的通信权，而且也要考虑加释李明哲。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因牵手李静茹，讲话讲到喉甜。伊对去年正月初七，甲翁婿变婚后，就受疫情影响，未当去到中国。当瓜，敢若收到因翁婿一张批，刷落来就无消无息，真烦恼伊的意志甲身体状况。疫情状态不能够去探监，是我可以理解，可是最低度。让李明哲跟我说说话，让李明哲跟我说说话，我也能够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很好。李静茹讲，中国政府不应该因为李明哲是政治犯，连上基本的卡电话、甲写批的权利拢予禁止，而且过冬的刑期嘛已经过一半，应该要考虑予伊来加释。另外，当初伊连翁婿判决书都无摕到，嘛唔知影当时才会放人。民间司改会是呼吁中国第一坐假期满，就要马上放人。中国政府应该公开对外说明李明哲的服刑应该到什么时候结束。那中国也应该按照自己的刑事诉讼法，在李明哲刑满的时候。立即释放李明哲！释放李明哲！释放李明哲！让明哲打电话。民间团体表示，因会甲诉求用网络，也是搭伫公车上来宣传。几耐个立法委员马来西亚湾呼吁中国会使赶紧开放家属来探视。记者陈阿文、贾桂玲台北报道。今仔日立法院有举办一场障碍者医疗服务改善座谈，有一位障碍者王小姐，去年捌向卫福部长陈时中陈情，讲障碍者伫咧采检赴院病房的时阵，所碰到的种种不方便。障碍团体也希望讲透过即届座谈，会当做伙参与无障碍政策规划。王小姐有罕见疾病，骨髓性筋膜萎缩症，出日拢爱轮椅代步，24小时也有人伫个身躯边。去年5月疫情期间发烧看医生，家己一个人进入负压病房，采检过程缺少无障碍设施，便所有护灯，还无法度顺利去便所，连倒伫个眠床拢困难，过程拢无温书。这经历好伫去年伫高铁站亲身交陈情会和陈市长，反映种种不方便。可能就需要在。我的轮椅上直接平躺着如厕，那那边又有监视器，对，那我感受到也其实是被剥夺的啦，一位的设备都没有，所以我就整整的在轮椅上待了2天。其实罕见疾病的医疗比较特殊，对，它没办法照着 SOP。参加立委举办障碍者医疗服务改善座谈会，现场有听无、看无真侪位障碍者参加。对来讲，连出门买嘴暗拢真困难。以新障者亲身经历参加无障碍政策规划，我们没有办法联络电话，没有手语翻译，因为有的时候聋人使用自然手语，一般的翻译员不一定翻得出来。我们本来在社会的无障碍的环境本来就不够好，可是当要需要隔离，当要很多很多这些其他的措施的时候。就凸显了这个本来的这个环境就不够友善。
根据卫福部统计，有三成障碍者在看医生的时阵，敢若出门交通就真困难。卫福部表示，每五年都会做身心障碍者生活调查，做实证参考。1922专线有听力语言服务，疫情记者会拢提供手机翻译甲字幕。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新竹县地政处的统计，2000年土地征收条例施行到今，新竹县内有原有1500多笔，总金额超过6亿2000万的征收费用，到今阁是无人来领。县政府也要提醒民众讲，若准有收到征收补偿费保管通知的民众，就要赶紧来领。若准超过15年无来领，即寡钱就会全部充公。新竹高铁站附近愈来愈热闹，这几冬新竹县竹北市快速发展，开发过程中，政府征收民众土地，也拨款补偿，想袂到十外冬过啊，目前够6亿2000多万的补偿金，无人来领。没有领就把它看多久就做公益就好了，反正就是放弃继承这样子。如果是之后充公用在好的地方，那当然是。民众听讲，遮侪钱无人领，嘛感觉真拍算。根据规定，无人领走的补偿费，县政府上侪干那会使保管15冬，超过期限，钱特别收返去国库内底。94年没有领的，一直到我们109年已经发生的征收事实，未领取款项最多，目前总就是统计起来的话，大概就是6.21亿还没有领取。没有领取的部分的话，可能都是很早期的土地下来，然后它的土地确实就像一部分是它的后面继承的部分可能没有后代来继承，或者是它的产权不明。根据了解，其中有一笔4000万的补偿金，因为所有权人之间无共识，所以才会一直无法度来领。县政府提醒民众，若是民众有疑虑，咪使敲电话来查清楚，才袂让家己的权利困去啊！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嘉义新港的板头社区运用百年的工艺交织作品，美化社区的环境。即摆要配合产业，也有铜枪铁路历史，希望争取参加3年1摆的金牌农村全国竞赛。坐著电动脚踏车，对著社区总干事的脚步。了解社区内底产业甲文化，嘉义县新港的板头社区为了要争取3年1届金牌农村全国比赛，今仔日调查模拟比赛实际到咱的情况。阮社区的特色是这个板头社区的这个胶纸桃，它的特色，还有我们的这个苦楝花也是一种特色。因为这边的沼泽系的生态非常多，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三个生产生活生态来看到整个板头艺术村的一个精神。板头社区边仔的丁彩恒社区，嘛爱伫咧推销农村文化，为了要让民众了解农业社会人甲牛之间的关系，社区找了20只牛，准备要重现过去牛喜牛吃买卖的情况。现在遐囡仔拢唔捌看牛喜牛啊，较早牛喜伫办，囡仔拢唔捌看啊。我们农业县，我们是在牛只上面，大家都用点心，哦，跟让人家更了解牛跟农民的关系，哦，就是我们想要让他这些无形资产怎么延续下去。这两个社区拢表示，因伫咧北港甲新港中，逐冬来赶乡的乡客拢有数10万人，希望透过农村改造，让乡客吃做游客，让游客阁会使变做旅客，带动农村发展，让农村文化会当永续经营。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伫咧屏东的胜利新村是日本时代军官的宿舍，历史建筑也是真悠久哦。今日正做地方上界称的文创园区，最近园区已经整修完成，有不少店家来遮经营，咱也做回来去看卖。融合多元时代风格，胜利新村是因为日本军队伫屏东设置的飞行团官舍，战后时期阁正做国民政府的国军贯穿，见证过台湾两个重要时代，是已经超过80栋的历史建筑，即马总算全面完成整修啊。园区的人行道工程整修完毕之后呢，所有的品牌陆续的进驻，那人潮真的变得很多，然后有多元的店家进驻，其实对我们园区来说是帮助很大的，因为每一个游客来都可以有不同多元的，在这里都可以找得到。为着要活用这个历史建筑群，管府各家正式号名做胜利新村创意生活园区，招济济在地文创人才进驻。有独立书店、餐厅、咖啡馆，也阁有艺文展览的空间等等，希望推动地方的人文发展，也通好促进观光。以过年来讲的话，每天大概比平日的人潮多2到3倍左右。现在的话，
比之前也都还要好这样。最后一批的这个店家当中，其实有一些是还没有修缮完成，那有一些店家是因为入选之后，他可能也来不及，有少数的几个店家啊，几个空间哈，我相信应该也是非常非常热门。除了德冠性质的店头，信里新参加也会举办一挂企业、写信、表演、甲 DIY 等等的活动，希望会当吸引到各地游客来这行搭，感受无同款的时代感甲人文气氛，也通好予老贯穿，搁再充满生命力。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本土诗人赵天琪伫旧年过身，伊毋是诗人、评论家，嘛是推动台湾儿童文学正重要作家。伫咧台南的台湾文学馆，将伊一世人的创作重新整理，伫今仔日出版《赵天琪专辑》，正做台湾战后文学的新见证。阿伯来遮坐，食饭配餐咧。伫镜头前回忆细汉时的囡仔歌，这是台湾文学馆记录赵天琪的影片。赵天琪过往每一冬，伊对少年到过往正经的作品，拢收伫这18本的赵天琪专辑。伊写诗的时候，从我感情甲迄个理想，啊，写评论的时候，其实吼，伊必须作来的吼，作来啊，因为倒来睇伊的评论的时候，嘛感觉较有意思。现场有侪侪诗人甲文学作家，拢做伙来参加新册发表会。这个书呢，要是在他生前发表的话，他一定会很高兴。赵天琪1935年伫台中出世，旧年过往。细汉时阵经历过战争，伫呆呆教册时阵，受到呆呆铁学的事件牵连甲迫害。毋过，伊继续写诗、写评论，嘛写儿童文学。一般人吼，拄到这个事件吼。拢早就累积啊吼，啊，卖讲创作，人生我嘛会感觉讲较歹过，啊，毋过人继续啊，甲同辈啊，咱不止讲诗，儿童文学，连评论，伊嘛拢继续咧创作。台湾文学馆表示，赵天琪留落来遮尔侪作品是文学界的宝，因嘛毋忘会当予搁较侪后辈学习。记者邓阿云、罗伟泽，台南报道。10年前，因为心脏病来过身的音乐家苏洁英，捌替真侪电影、广告、纪录片配乐，伊也捌得到金马奖、金钟奖、金曲奖等等的奖项。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即马也办一个纪念展，望后辈透过伊的手稿文物，搁再一摆感受到伊用声音结合各种技术的卡架。学生演奏台湾音乐家苏克英在生创作的经典乐曲《绿色梦土》，种一个梦，因为梦感染伊白色19年。他是你们的朋友，我母亲的丈夫，我们的爸爸，我的知己。正因为我们大家现在齐聚在这里，他能够继续的活下去。他从作曲，从我排练，他都跟在旁边，非常认真。我非常感念他。苏克英2011年因为心脏病过身，才到53岁，替上百出电视剧、电影、广告和纪录片编曲配乐。伊的音乐作品也受金钟、金马和金曲奖的肯定。伊到过身的前一刻，犹原伫咧舞台顶演奏。伊要去天国的时阵，迄年啊，阮两个刚好确认，阮两个要合作啊，就可惜啦。包括拍电影、拍电视这种大众。艺术不入流的人，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态度，石业勇是不一样的。因为他说，反而因为爸爸的离去，打造了后来苦难的自己。苏克英经过九零年代台湾电影产业稀微的时阵，不过依然注心伫咧编剧。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也受家属的委托，将伊1984年替《三号锦绣》纪录片配角的影片整理出来，包括伊的手稿、乐谱、mixer 等等珍贵的文物，拢伫咧台湾戏曲中心展出，就望后辈伫咧乐声中，搁一摆听见苏克英对音乐的信仰。记者阿明金曾派文台北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17度到28度。中部地区对18度到29度。
南部地区对20度到32度。南部地区对21度到27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4度到25度。一个未来三角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Thank you.